根据客户的出料规格要求和产量要求及现场情况来选择破碎方案，使方案达到最完善的效能。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项目的制定矿山生产线，产量要求每天供需3000吨，且要求石料的粒型好，呈多角形立方体，扁平状含量应小于8%，而现场地形也比较特殊，开采作业面上具有2个梯形落差，第一个直线落差约有13米，第二个落差约为7米，两个落差之间的平台距离只有4米。经雷友公司的销售工程师和技术工程师现场考察之后，决定选用产能量最大化的 P1 恶式破碎机与2台反击式破碎机组合的两极式配置方案，且根据现场地形，两极破碎机之间采用溜槽式设计，省去一条皮带输送机。落差平台上摆放振动筛，为了便于回笼料的输送，振动筛需放置在反击破的另一侧，而第二个落差将作为一个天然的大型储料仓，用挡墙来把各种成品料严格分开，而每种成品料只需用几组很短的皮带输送机输送即可。此种设计方案